汤大家是讲啦，我今仔日为着要来跟你开讲分享，所以我不爱看水手，所以我不爱看水手，所以我袂当跟你看水手。刘友弟，
冒金刀流，有没有的有弟弟的弟，实际是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体，让人上进，而且让老人家也有一个等于是尝试知识，有很多收获，实际发扬的很光大。我是基督教，我就是那个陈师兄啊，他们贤康利啊，还有邱师姐啊，他们都还很关心呐、啊。他讲的很有道理啊，你照镜子叫自己的名字啊，这要常常走动走动啊，五分钟啊，要是半个小时，不要坐太久了。他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啊。